红枣小礼包，看看里面都有什么。看看这些小箱里面都有什么啊？这是香酥脆枣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、六包的香酥脆枣，再来两包阿胶水晶枣啊，总共是八包的枣，超级合适一小箱。然后咱们现场再拆一袋啊，这一包总共是120克，看看里面的品质。尝尝这脆枣，好脆啊，太爽了，好酷。